人心姑娘的传说上，而家比赛进入最后五分钟啦，九红队同老虎队仲系一个波都冇入、啊。四号球员一个倒挂金钩射门啦、啊，耶、yeah! ！好嘢啊，好嘢！啊，好球啊，好球！又冇啦，最后一包啦、啊，好。喂，边位啊？光头强，你走啦，仲去斩树？啊，系，我即刻就出门斩树噶啦。我话你知啊，光头强，下个礼拜如果仲交唔到两车木头咧，咁我杨世之出场啦。呢个李老板咧，天气咁热，仲系要我斩树？哎呀，出边好热啦，夏日炎炎正好眠啊，真系唔好想去斩树。好烦你、啊。而家嚟睇一周奇闻趣事。近日九红岭有关人心姑娘嘅传说被传得沸沸扬扬，甚至仲有人话亲眼见过。据讲人心姑娘系万年人心化成，唔单止系稀世珍宝，仲可以帮人。如果我可以揾到人心姑娘，我就可以发达啦。仲斩咩树啊？当然啦，传说去揾人心姑娘啦。至于人心姑娘系咪真实存在，就无从考究啦。人心姑娘，人心姑娘，人心姑娘，你喺边度啊？哦，嘿嘿，如果咁样嗌两声，佢就会出嚟，咁啊真系太容易捉啦，肯定系匿埋喺啲隐蔽嘅地方。人心姑娘，人心姑娘，人心姑娘，救命啊！人心姑娘，哎呀！啊，唔系啦，人喺嗰度跣咗落嚟啊！我过去睇下。啊，佢唔系光头强？人心姑娘，光头强，你系咪又想斩树，所以先喺上面跌落嚟啊？哎呀，唔系啊，本来咧系想揾人心姑娘嘅，只要揾到人心姑娘咧，我就可以唔使做嘢，日日有得饮有得食咧。哎呀，这个光头强啊，这个光头强日日想不劳而获，真是太没出息了。所以我们要好好地教育下他。光头强啊，关于这个人心姑娘的传说我都好像听过。真的？在很久以前，传说人心姑娘一晚可以走九个山头都不会被人捉到。有一次，有个叫光头壮的乞衣，虽然他的名字有个壮字，不过天生呢就溜溜瘦瘦，他好食懒做，一心想发大达。哎呀，我撞亲只脚啊，仲话好心啦。俾你，多谢，好人又好报啊，多谢，多谢，烧鸡啊，新鲜出炉的烧鸡啊，呢位客官要不要试下？呢啲我都要啊，我大把钱啫。哎呀，我呢通钱啦，咪走啊！真系追到你啦！有人喺山上见到人心成精，变咗个女仔，仲识走噶。哇，万年活人心、啊，只要攞到佢头上嗰个果实咧，成世都唔使忧噶啦。万年活人心，如果我遇到佢。咁咪知啊！发达啦，发达啦！跟住光头壮就开始日以继夜。人心姑娘，人心姑娘。不过点揾都硬系揾唔到，直到有一日，佢卒之谂到一个办法。点解揾唔到人心姑娘嘅咧吓？真系激气啊！哎呀，好痛啊！好，如果我有危险受伤，善良嘅人心姑娘话唔埋会出现噶，到时。光头壮为了引人心姑娘出来，他就扮中毒博同情，趁机用红线捉住他。估不到光头家族个个都咁醒目嘅，现在周围都冇人。哎呀，我中咗毒啊！
哎呀，好难受啊，好难受啊！哎呀，中毒中毒，好难受！哎呀，哎呀，我晕啦！哎，人心姑娘，快啲嚟啦！哎呀，乜到咗黄昏噶啦？听讲呢度成日有野兽出没噶，唔通系真嘅？救命啊！可怜人，我系人心姑娘。好，我嚟救你。人心姑娘，哎呀，你真系大慈大悲啊！就系咁，光头壮揾到人心姑娘，而且要人心姑娘帮佢改变自己嘅命运。不愧系光头家族嘅传人。不过都系光头，点解佢又咁好彩？我就成日咁当黑噶，肯定系我个名唔好啊！咁人心姑娘有冇危险啊？唔使急，听我慢慢到来。喺翻去嘅路上，只要攞到果实，听日买栋楼先，再买部保牛轿车，人人都会叫我光头壮大老二。光头家族都系衰人嚟嘅，就系识用诡计。咩诡计啊？系智慧啊，真啊！就系诡计，智慧啊！诡计啊！小朋友千祈唔好学佢哋啊！喂，再嘈我唔讲噶啦。其实人心姑娘一早就知道光头壮嘅诡计，人心姑娘趁光头壮唔怀疑嗰阵就消失咗啦。人心姑娘，你点解唔见咗嘅？人心姑娘，人心姑娘，人心姑娘，都唔喺度啊！人心姑娘，你快啲出嚟啦！你快啲出嚟啦！人心姑娘，哎呀，究竟走咗去边度咧？唔通俾佢发现咗？哎呀，弊啦！今次乜都冇啦。光头壮，人心姑娘，睇你走到边？你系捉唔到我噶。你知错未啊？我块面啊，捉唔到你，真系大错特错啊！执迷不悟。于是光头壮追住人心姑娘，足足追咗三日三夜。呢个人心姑娘有冇咁走得啊？梗系走得啦！人心姑娘一晚就可以走九个山头，一步顶光头壮十步。光头壮点追都追唔到啊！收尾咧，贪心嘅人。你是追不到我的。人心姑娘，你做后心啦。其实我特别可怜的，自细就是孤儿，未读过书，没钱，成世做乞衣，只是可以画番薯来吃。如果我有钱，一定会发奋努力，俾心机做人的。那人心姑娘有没有帮他？光头壮拿到钱未？善良的人心姑娘当然会帮光头壮。人心姑娘用红果变咗个金元宝送咗俾光头壮。人心姑娘冇俾光头壮捉住，咁我就放心啦。唔公平嘅，光头壮居然有一个金元宝都有嘅。吓，等阵我都仲未讲完。第二日，光头壮攞住个金元宝走咗去小镇度大饮大食，点咗各种山珍海味。老板，将你哋呢度最好最贵嘅餸我攞晒嚟，我大把钱啫。嚟啦！哇，好丰盛啊！我就百几啦。光头壮饮饱食醉之后，攞咗金元宝出嚟俾钱。见到未啊？金元宝啊！哇，金元宝啊，金光闪闪噶，点解会咁噶？我都会咁样。做咩啊？只见嗰嚿金元宝突然间变咗一扎种子。啊！点会咁噶？我嘅金元宝咧，边个偷走咗我嘅金元宝啊？救命啊！就系咁，光头壮俾人抨咗出饭馆，真系好狼狈啊！明明嘅金元宝点会变成种子噶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世上冇不劳而获嘅好事。只有劳动才可以改变命运和贫穷，这些是种子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好食懒做只会害了自己。讲完之后，人心姑娘就慢慢消失了。不要走啊！哇，这个人心姑娘法力真的很强大。哇，不是真的有人心姑娘？嘿，我要找她。好大啊，你看看光头强仲系执迷不悟啊！讲得冇错啊，睇嚟我哋要讲多个故事令佢觉悟先得。光头强，其实人心姑娘嘅故事咧，仲有另外一个版本嘅。啊？
另一个版本。咁红叶，快啲讲下你嗰个版本呢？好，你哋讲得越多，对我就越有利。我光头强一定会揾到人心姑娘嘅。人心姑娘的传说下，喺好耐好耐以前，有个好惨嘅小朋友，头顶一条头发都冇，仲要瘦骨如柴。嗯，咁咪即系我细个嗰阵。哎呀，唔好插嘴。真系希望可以去读书，而唔系喺太阳底下斩柴啊！好攰啊！今日咁少柴，仲咁翻嚟，快啲去搵根番薯翻嚟，快啲去啊！系。又偷懒，快啲同我猪栏围住，跟住去放牛。哦，点可以咁样噶？你如我真系衰啊！光头仔佢真系可怜啊！哼，如果系我肯定会逃跑噶。唔打工边有钱养自己？我哋人类嘅生活边好似你哋熊咁轻松嘅？就系因为咁，光头仔嘅内心深处咧，仲系好向往自由噶，所以。咦，光头仔逃跑啊！哎呀！哎，袁哥，快啲睇下，呢个包袱系佢嘅，趁未走远，快啲同我追！系，快走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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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跌咗落去啊！算啦，我哋走。系。系。我的脚啊！你系边个？唔使惊噶。好痛啊！跟住呢，你咪同我讲就咁完啦，边有咁简单？第二日光头仔醒翻嗰阵呢？呢度系？我点会喺山坡度嘅？手脚啲伤都好翻晒咯，好嘢啊！我一啲事都冇啊！究竟发生咩事呢？哎呀，算啦，我都系快啲走啦。哎呀，好肚饿啊！系，我仲有半个馒头。李元爱，你喺嗰个斜坡跌咗落嚟，竟然一啲事都冇，究竟咩回事啊？快啲讲！我发咗个梦，有个大姐姐忽然间出现救咗我，跟住我就瞓着咗啦。忽然出现嘅大姐姐，听讲有人喺森林入边斩柴受咗伤，俾人心姑娘救翻。唔通？如果你带我去见嗰个姐姐，我就会攞好多好多嘢食俾你嘅。我系唔会出卖救命恩人噶。你唔讲系嘛？咁我就困你喺度，直到你讲为止。放我出去呀！放我出去呀！放我出去呀！
姐姐，是你啊？我都有动静啊！姐姐，你越我要捉你啊！你快啲走啦！光头仔，唔使担心。啊呢度系姐姐啊，我哋点解会喺呢度嘅？光头仔，我哋已经走咗九个山头啦，你自由噶啦。真系噶，多谢你啊，姐姐。你真系乖啊，攞住啊。呢个系哇，姐姐，姐姐，光头仔，有咗呢粒红宝石，希望你会发奋图强。俾心机读书，做一个爱人助人嘅好孩子。姐姐，我一定会俾心机读书噶。人心姑娘真系好伟大啊！听到我好感动。光头强，而家你应该放弃挖人心啦。洪大兄弟，多谢你哋嘅启发啊！洪大啊，我哋两个系咪唔应该同佢讲古仔噶？睇嚟佢仲系执迷不悟喎。行啦。我哋去睇下佢做乜嘢。哦，唉，呢度又冇啊！等我揾到人心姑娘，我就可以。到时候就唔使睇你老板面色咧。人心姑娘，你喺边度啊？我一定要揾到你。人心姑娘，你喺边啊？人心姑娘。哎，洪大，再唔谂办法，成个森林就要俾光头强摧毁噶啦！光头强而家成个脑都系人心姑娘，我哋有咩办法？同佢讲传说嘅故事，本来系希望佢学好嘅，点知，唉，睇嚟只有人心姑娘先至可以帮到我哋啦。咪傻啦，边有可能真系有人心姑娘？红衣，你真系好犀利啊！咩啊？咩好犀利？不如我哋咁啦。唉，好攰啊！画咗成日，乜嘢都画唔到啊！唔会俾洪大红衣佢哋呃啊嘛？人心姑娘，边个啊？爷妈妈，光头强，我哋系人心姊妹花。人心姊妹花。光头强应该唔会知道系我哋啩，应该唔会啩。哎呀，我真系等到你哋啦，善良嘅人心姑娘，我好可怜噶，又穷，你老板仲要唔出粮俾我。如果你可以俾个金元宝或者红宝石我，我一定会发奋图强，俾心机做人嘅。认唔出？咁嘅金元宝、红宝石我哋就冇啦。咩话？咁你哋有咩啊？求其俾啲咩千年灵芝或者鹿茸山珍都得噶。可以俾啲宝物你，不过你要应承我哋嘅要求噶喎。神仙都讲价嘅咩？只要你唔破坏森林，唔再伐木，我哋就俾宝物你啦。我应承，我应承噶。有咗宝物，我仲斩咩树啊？咁我哋就俾你千年人心。宝物俾咗你啦，你要遵守承诺喎。你肯定呢支系人心，唔系烂鬼树仔头。梗系啦，千年人心就系咁样噶嘛，系咪啊，红姨？既然宝物都俾咗你，我哋走先咯。阿米子啊，人心姑娘都叫红姨？一定有蛊惑，我冰箱入面有好多好好食嘅冻蜂蜜啊，不如一齐食啊！哎呀，好啊，我最中意食蜂蜜噶啦！红衣啊，唔系喎，我系人心姑娘喎，人心姑娘唔应该食蜂蜜噶。多谢你嘅好意，红衣仲喺度扮嘢，快啲走啊！红衣，哎呀，都系我啊，红大，快走啊！我企喺度，居然够胆呃我系嘛？我要斩晒森林入边所有嘅树，我哋冇呃你噶，完全系真噶。咁嗰个人心姑娘喺边咧？仲话冇呃我？人心姑娘系假噶，未真定假？你哋就系骗子啊！我传说系真噶。
喂，边位啊？姨妈妈打咩电话？光头强，人心咧？人心，人心就冇啦。猪仔头要唔要啦？李老板，光头强，你系咪唔想捞啊？咁我主动写字出粮啊？喂，李老板啊？